二神救姜唱蝗虫无礼，轻轻松松的夜晚人情聚集，嘻嘻哈哈花光相拥何其愉快，威威洒洒一副牌，交友儿子光放大乐卡，要保住最大期望乐卡，眼压抑接机两环乐卡，我两日我就玩完又是你个死人情牌啊！喂，你前晚碌爆咗啦！所以新碟发布，见咁多老友撑场，咪开心到不停扮人咯。好戏啊，冇问题啊，不过等我做演唱会先。你啲演够未？我个头好痛啊，我走先。唔系，除咗一个人我扮唔到嘅。系边个？谢霆锋。咦？点解似转咪咧？即系唱完都公。型咯，即系点解佢净系咁咧？咁我就问我就怀疑根本上佢转唔到一个圈。哇，佢真系唔惊得罪人喎、啊！佢两公婆都系敢死队嚟噶。阿徐早排同佢去加拿大过生日，食饭嗰阵俾强国人影，佢影翻人哋上微博发泄，点知俾十万大龟围剿。寻日轮到阿神啦，有人投诉小黑填词，佢唱嘅新歌非礼。在来互问，愿望越做越吞，跌跌碰碰要到医院插队接生。蝗虫流礼，寻求默契，寻求默契，寻求默契，相称礼貌。直插强国人要去，听闻内地已经禁播啦。哇！而家啲星讲乜都俾人闹嘅，嗱阿神翻内地出 show 用乜意啊？每次杀不死你，杀不死你也医好你，切记要争口气，要争口气，你不要死，跟我旅行。阿神一向直肠直肚，之前在广州开 show 表明撑广东话，上个月头在深圳开 show 又唱六四禁歌，经理人陈嘉英话他只是讲笑咋。是啊，今次陈嘉英都是这样说，这首歌是讲礼貌，没有分人种国家的。